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半仙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秘世界。今天老半仙玩的是牧马人越野车，看看咱们谁是越野之王。小伙子，赶快把你的车给亮出来。你是小红，我是小蓝。上车啊，小伙子，我的大刀早已饥渴难耐。我这个车轱辘好像卡住了。为什么动不了？好沉哦！现在没啥问题了，给就给位。后面咋了？哇塞！你看那个小伙子在玩什么呢？一直在爱的魔力转圈圈，直接右键就可以坐上去了。你们还在犹豫什么啊？哦，那个已经可以动了， Go Go Go， 走喽！哎，错了，我应该按这个加速的。还可以漂移嘞！哎，乖乖乖，旋风冲锋，龙卷风，你看他这个减震真好，这车轱辘还会跳舞呢。鹅来了，我咚咚咚，该拐弯的时候提前减速，然后往旁边一拐，这边也都是一样的，其实都是一样的。男左女右，哎，有两条路，我选择走右边的这个，因为右边的显然是一个捷径，不超白不超，超了不白超。哦，提前减速，不减的话一会儿肯定撞墙。该加速加速，该减速减速。他这就差了一个漂移键，每次拐弯的时候都得提前把速度给降下来。那我就不客气喽，加速啊。旋风冲锋，龙卷风，得歇一歇，不歇一歇没氮气了。哦呦，哎，关键时刻掉链子啊，这咋整？这直接卡地下去了，给我算分吗？这完了 ，BBQ 了。哦，还好还好，咱们还可以在这边继续再放出来一辆。飙车吧，选手！这次我不皮了，再皮的话，一会儿人都没了，这样就可以打完收工了。咱们先来一回合获胜。各位铁子，来来来，想必你们应该也知道怎么玩的了。你身上已经抹的车了吗？我的车搁这儿呢。不，你可真会玩，这地图我捡，
看来大家都不是来比赛的，搞事情我最喜欢了。来吧，哇，蹦沙卡拉卡，这好好的越野车被咱们玩成了碰碰车，你看这个居然还会跳街舞，让我们嗨起来好吗，我的宝贝儿，牛啊牛啊。那好吧，因为车都被他们给玩坏了，今天就先玩着吧。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喜欢本视频记得点一下关注还订阅，点关注不迷路，半仙帮你洗尿布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